大家好，我是梁雅清，今年17岁，是一名正在备考2023年高考的高三考生。在这10年间，我经历了不少挫折，也感受过成功带来的喜悦。10年寒窗苦读，让我学会了如何发现自己的不足，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，并且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广博自己的学识，在各个方面有所突破进步。我现在目标是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，将来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。